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学人今天陪同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认识儒家学术。这里有一本儒学简介，请各位翻开这个第一页。说到儒学，那么是我们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内涵。那么什么是儒学呢？根据汉儒。杨雄他著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杨子法言》，法是方法的法，言就是言语的言。他在法言里面说通天地人曰儒，那么通是。那是通达的通，那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什么叫儒家学说呢？叫做儒呢？儒是能够通天地人，那么这个叫做儒。这里特别注重的就是个通字，通是说明学了儒家学说的人他要讲究一切都能通达，做学问也好，那么在世间处理任何事情也好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这叫通。那么我们普通人呢？那么总是求其在世间，在社会上与人来往，做任何事情好像办得通就好了。但是就儒家的学说来讲不但在人群之中求其通达了，必须要通天、通地。天地拿现代的。言语来说就是自然界，那么就是说我们研究儒学着眼点，除了我们人类社会，还要与自然界都要贯通那么这才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。学术的目标在此。那么要问呢，怎么样能够才能通达人权社会以及自然界呢？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部书里面找出一种讲法，那就是周礼。那么周礼是在十三经里边的一部经。周礼天官，天是天上的天，官是官位的官职的官。那么天官是周礼的一篇，这个书的一个篇的一个名称。在天官里面讲，四月汝以道得民。他说这个。周礼天官的他的执掌当然很多了，其第四种执掌就四曰儒，第四个执掌就是儒。儒是什么呢？以道得名。那么道是我们普通讲这个中国文化了。
中国文化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呢？最根本的，就是在学这个道。前面讲那个通天地人呢，就要凭这个道才能通天地人呢，没有道是不行的。所以在《周礼·天官》里边讲以道得民，德是有所得的德，民是民众。那么以道得民这句话的意思说，就是以这个道以当用着讲，用这个道来教化一般人。教化一般人，我们普通说我们呢，国家用这个教育来教化一般人民啦，那么学校里对于学生各种的教育啦，但是讲到根本的，要把学生以及一般国民教化得非常好，让他从心里都能够认同你这个教育，他诚心诚意的接受你这个教化，这就得了，就得了民了。教化没有成功的话，不能说是得民。得民是什么？得到民心呢？那么《周礼·天官》就讲，儒就是以教化以这个道来教化人民呢，得到民心的，这是在周礼讲的这一个意义。那么从这两种讲法，我们可以了解呀，儒家的学说它最重要的是教我们。来学道，学道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，我们所要这个一切所要行，要办的事情呢，都是通行无阻一切没有障碍这是这门学问呢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。第一页里边呢，儒学简介。儒学它的内容很广泛。这里呢，这个薄薄的一小本子就是从儒家的基本的经典里面摘出来一部分，所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所以就儒学简介。那么儒学简介的，既是简单的介绍了，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，我们看，后边这一个开头这个一节是一个小的表解，上面是儒学两个字。儒学两个字下边呢有两行，一行说是圣经提纲，第二行经文折讲。先说这个圣言提纲，圣言，圣是圣人，言是言语。那么这个圣人指的是谁呢？就是孔夫子。孔夫子把中国自古到他那个时候，把历代的学术思想统统把它整理，成为有系统的一部这个中国文化。所以呢，孔子是把中国文化集其大成的这么一个圣人。那么，圣言提纲呢，
在这个小的表姐后面有一行，那么这是指的就是孔夫子的话。子曰，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，至于道，据于德，宜于人，游于医。那么这几句话是记在十三经之中，有一部啊叫做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这部书呢，是孔夫子当时在教学的时候，跟他学生谈论学术，以及当时一般在学术界在位的那些政治界的人士，跟他谈论学术，谈论政治，包括鲁外公在内，那么这些言论。后来呢，有孔子弟子或者说是孔子再传的弟子，把这些言论记载下来的，成为一本书，叫做《论语》。那么这几句话就是记在《论语》那一篇里面，《述而篇》里面的。那么关于第二行经文折讲，那就是经文指的是什么呢？中国到现在呀、经过历代学术界人士把中国这个经书啊，儒家与孔夫子把它集其大成的这些经书啊，到现在合起来有十三部，叫十三经。但是在古时候，在孔子那个时候，基本的经典是五种，一个是《诗经》，一个是《书经》，一个是《易经》，一个是《礼经》，再就是《春秋》。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这四部啊，都是由孔子给他整理出来的。《春秋》这一部经呢，是孔子用鲁国的历史，再把它扩充当时候的各国的这个大事情，那么记载在这一部书里边，称为《春秋》。那么这个算起来一部五部经，我们在这里呀、选，就是在五部经里边呢，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文，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么现在就讲圣言提纲了。圣言提纲这四句话，本来是记载在《论语》里边的，是一章书啊。后来经过我学人的老师，就是李学鲁先生，那么我们做弟子的啊，都称他学公。学呢，就是下大雪的那个学，就是雪山的那个学。那么鲁呢，就是这个庐山啊，江西庐山的那个庐，学庐老人，我们普通称呼他学庐老人，或是称作学公。他老人家过去跟他的学生讲述《论语》的时候，以及讲述儒家学术的时候，就特别呀、把这一章书提出来，说这一章书，孔子讲这四句话，就是全部的儒家学术，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纲领。那么这部纲领啊，
经他老人家解释之后，我们感觉到我们做学生的，那么的确感觉到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有这四句话，我们明了之后啊，就从这四句话里面，把儒家的学术啊，能够把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领了，那么然后我们研究，无论是研究哪一部经，无论哪一部经里面讲到哪一部分，我们都可以知道这部经在此处讲的是属于哪一部分。那么这是对于我们研究学术、研究儒家的这个学术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么现在就看至于道这三个字。至于道啊，这是一个体。体是什么呢？我们学求学的人呢，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呢，那么先要了解它的本体。这个哲学上一般研究哲学的人士啊，他也有本体论。那么我们这里讲这个至于道呢，这是就是讲这个本体。本体究竟是什么样呢？本体实在说起来，它是没有任何状况的，没有形状的。那么要知道本体的话，那么就是啊，要很细心的求其他的道理，这是体的一部分。后面呢，聚于德才讲究它的相，相之后才讲它的作用。所以体、相、用这三部分，那么就是你研究任何学术啊，都要离不开这三部分。那么现在是讲这个体，讲这个体这一句话，就这一句话来讲，至于到这个知字，知这个字什么讲法呢？根据说文讲，说文是简单的说，中国在汉朝啊，有位文字学家徐申，他呢写了一部啊，《说文解字》啊，这一部书。那么他把这个我们中国的字啊，他用很那个科学的方法，探讨这个字原来是什么，怎么个写法，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，到后来呢？这个字啊，字体有变化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字啊，早期的有这个大篆，有小篆，有到汉朝有这个有一个隶书啊，再到后来有这个真书，就是那个楷书了。有行书、草书，在这个大篆之前，更早的殷朝那个时候还有甲骨文，这就说明中国这个字啊，字的形状啊，在各个时代的不同有很多变化的。那么徐生的《说文解字》啊，除了甲骨文没有，
其余的那些那个篆字，那些楷书，这都有讲的，分析得很清楚。字形的变化，字义的原始的意思，到后来引申的意思，它里有很详细的解释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研究学术读古书的人呢，那么这个《说文解字》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。这里呢，就根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知这个字啊，心之所知也。心是我们人的心，这个心之所知也。心之心下面那个知，是一个介绍字，下面那个所知的知，那个知啊，是要到哪里去的意思，或是向往的意思，前往哪里去，我的心呢向着哪里，有这个意思。就是根据这个《说文》解释这个知字，那么我们的知呢，就是我们的心呢，向着哪里，所知，我心之所知，心之所向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至于道，就是说我的心呢向着这个道，我这个学研究这个学术啊，研究中国儒家学术啊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心要向这个道，也就是说心心念念的就在求这个道。那么再说道是什么，有一部书就是《礼记》，就是在五经里边呢，这部《礼经》，《礼经》呢，到后来汉儒啊记载的啊，就是这个一部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就是三部《礼经》之中一部。那么在《礼记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中庸篇》，中庸呢，也就是后来到了宋朝，朱熹，我们称他朱子。朱子把《礼记》里面两篇重要的经文呢，一篇是《中庸》，一篇是《大学》，把这两篇从《礼记》里面提出来。然后加上《论语》，再有一部孟子著的叫《孟子》，那么这个合起来呀，叫做四书。这就是我们到后来中国宋朝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呢，过去读四书的人呢，都要先读四书，然后读五经。那么这个《中庸》呢，是《礼记》里边的一篇经文，也是四书里边的一部。根据《中庸》里面讲，《中庸》开头就说了：“天命之谓星，率性之谓道啊。”中庸开头就讲，天命就叫做星。那么天命是什么呢？天是不是指的这个我们看见天空这个天呢？也不是一般宗教家讲的天堂的天呢。天命的这个天呢，根据这个古人的注解啊，这个天是代表天然的意思，
本来就有的意思。天命就是本来就有的这个命，命就是性命，本有的性命啊，这就是性啊，天命的性啊。那么我们学中国文化，学儒学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天命之为性。这个性是既是天命，那就是说本来就有的。本来就有是谁本来就有呢？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本来就具有的。你本来就有这个性，我本来就有这个性。任何一个人，古时候做大皇帝的人，他固然本来就有这个性，就是贫穷到了当了乞丐的人，他本来也有这个性。那么不但如此，儒家的学说啊，前面讲的通天地人呢、啊，通天地人什么通什么通啊，就是这个道通的呀、啊、道指的就是个性啊。不但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啊，那个畜生牛啦羊啦，家里养的那个狗啦，啊，那些小动物啦，地下那些蚂蚁、小虫啦，啊，山上那个猛兽啦，野外的那个毒蛇啦，这些东西，你说它有没有这个道呢？有没有这个本性呢？都有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这个逻辑上讲不通的，那就天地人就不通了。必须都有，都有，把这些都通达了，我们不但人与人之间能够通啊，我们有了这个道，了解任何动物，不但任何动物，就是植物、花草、树木、无情的那些矿物、山水，研究到最后啊，一体的，无处而不通道，都有这个道。在这个我们明了这个道之后，那我们自己一切是通达了，我们自己通达了，跟自然界的任何的都通达了，我们了解人类社会任何人的这个心理，我们都能沟通，都能了解。了解之后，我们就没有隔害了，都能和谐相处。我们了解任何动物，了解山水、树木、花草，一切，我们都了解，我们也都能知道它的属性，都能跟他沟通。对于任何虚空也好，一切这个在一般人看起冥顽不灵的那些东西啊，我们只要明了这个道啊，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啊，我们都能跟他通达。
没有任何障碍。讲到基础，我们就研究一个基本问题了。基本问题是什么呢？这是中国过去的一般读书人呢，忌讳讲的话，忌讳讲话，他不愿意讲。这一类的儒生啊，是指的是谁呢？从唐朝韩文公韩愈开始，到了宋朝啊，程朱、程子、朱子这一班人，那么他呢，不愿意提的什么呢？不愿意提的生与死的这两个问题，那么这个他认为啊，讲到生死的问题啊，认为都是佛家所讲的事情，他们认为一提到这个问题，好像就是讲了佛家的学说了，因为韩文公他是辟佛的人了，那么这个朱子也是辟佛了，所以他不愿意讲。其实啊，这个在纯粹的汉儒他是讲的，那么这个在我们研究儒学，要真正研究是，就要纯粹必的研究原始的，那就是孔夫子的思想，孔夫子的学术。孔夫子当时候跟他的学生谈论这个问题呀，不是不谈呢。例如孔子的他的大弟子子路啊，这也记载在《论语》里面的。那么子路就问孔子了，这个在记载《论语》里面呢，叫做记录孟仲记那个记啊，记录问是鬼神，问孔子啊，是就侍奉的是啊，做事情那个是啊，问是鬼神，鬼呢，就我们传统文化讲呢，人死了就鬼，而且指的时候啊，自己父母死了，就给他定一个名字，就做了骨了，做了鬼了。祖宗这个鬼就指的是自己的祖宗，鬼。还有神呢，神就是神明，那就是在这个人呢，在人世间的时候，他是对于人类社会有很重大的贡献的，对于人权服务非常有贡献的人，那么这个死了以后啊，他就成为神了，那么这是鬼神。那么子路就问孔子啊，如何的来侍候鬼神？侍候鬼神就敬奉鬼神呢？孔子就答复他：未能是人，也能是鬼呀。你没有还没有能够侍奉人，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你的父母。侍奉父母要讲孝道啊，要尽孝啊。尽孝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，
一个孝子他如何尽孝，那个有钱有身的要见到孝道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那么这要学这个，那你要先学着怎么样尽孝道侍奉人。换句话说，人侍奉通了，孝道通了，父母在有生之年，父母在世啊，你尽到了孝道了，父母死了以后做鬼呀，你就知道，礼记里边就讲啊，视死如视生啊，你侍奉已死的父母啊，就如同侍奉父母在世的时候一样啊，就视死如视生。孔子的话就说，你还没能侍奉人，也能是鬼。也到何子讲，何能侍奉鬼呀？你侍奉人的时候，侍奉的不周到，那父母还可以告诉你，那父母已经死了，在这个他也不能明显的告诉你，那你完全要靠你自己。你平常这个父母在世的时候，你拿那样的这个种种孝顺之道来孝顺他，来侍奉鬼呀，那就可以呀。那么侍奉自己的祖宗，懂得了，然后侍奉这个一般神明，也是尽其在我，也是一个意思啊。孔子是这样告诉他的。但是到后来呢，一般讲述的人就是说，他说啊，孔子就是否定有鬼神呢。孔子告诉子路说，你人还没有人事方面你还不完全了解呢，你还管鬼鬼神干什么？鬼神那个是那是虚无缥缈的，我们最现实就是人类社会呀。孔子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你只讲人事好了，不要管鬼神那些事情，就不必讲了。这是一般人这样讲法，一般人这个讲法就是否定有鬼神这一类的这个这些人。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前面分析的意思，孔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视死如视生啊，你尽到人世，你才知道怎么样尽到侍奉鬼神的这个那些敬鬼神的事情，你才了解呀。孔子本意是如此啊。那么还有讲那个后面，子路又问了：“敢问死？”这不是记载在《论语》里面很明明白白的，孔子弟子问孔子，子路问孔子啊，敢问死啊？那就是我，请问老师啊，这个死，这个意义如何啊？孔子告诉他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啊？”你还没有知道生，你怎么知道焉到何的？你何能知道死啊？这是就文字这个简单的解释。文字的简单解释啊，我们研究中国的学说就是说，都要看这个字文字以外的意思。
那么西方人现在研究有一种学术，它叫语义学。语义学啊，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呢，就是说，叫我们研究啊，除了你用文字写下来、用言语说出来的以外，在这个言外之意，中国过去读书人叫你啊读字里行间呢。在一个字的这个字面，这个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啊，表面看不出来的。你必须把这个里边一层一层意思啊，慢慢的分析分析，你才了解。那就经过孔子说，你未知生焉知死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还没有知道。你怎么生来的？生不是后来一般讲讲《论语》的人呢，说你还不知道怎么生活，怎么生存，你怎么知道怎么死呢？他们的讲法就是讲你生，就是我们人在社会上，我们生下来之后，你怎么样把你生活处理得很好，怎么能够生存存在下去？到死呢，怎么这个怎么很安心的死去就好。就现在就是一般在医院里面讲呢，就是叫设了一个安宁病房，就死的人呢，心里遇到重病呢，你不要怕死，你就该死的就死了，你的心里，不要恐怖，就接受死亡就好了，他们就是这个讲法。孔夫子哪是这个讲法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讲法的话，何必还要子路拿这个问题来问孔子吗？子路这样的贤人，他对于自己怎么样生活，将来怎么样面临死亡，都还不知道吗？本意不是如此。子路问生，就是这个。怎么生来的？子路问死，就问死后的这个状况如何？那孔子告诉他，你要问生啊，你要问死，你敢问死啊？敢问死的时候，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了解死的时候啊，先要了解怎么生来的。你对于你。我不能说我们啊，我生以前我不管他了，那不必去了解了。死了以后死了就死了，什么我们也不管他了。孔子告诉他，你呀，要问死，你先要了解怎么生来的。怎么生来，就是说你在这一生以前呢，那是什么状况？然后你怎么到人家来，到我们人世间来？你这个了解之后啊，你才知道死啊，死就是说你死了以后啊，死了以后你又到哪里去？你
生来你不知道，你要了解死后你也不知道，你要了解究竟问死后什么状况，你就必须了解生之前怎么来的那个状况，了解之后，然后才了解死后的状况，这是这个远的呀。中国的学问是讲一个圆满的学术，不是讲这个一个片段的，一个片段呢是不得它的真相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借用佛家的讲法。佛家是啊，它有十二因缘法。十二因缘法，人怎么来的呀？由我们这个识，由识是不了解、糊里糊涂的，由无明，由无明呢，然后加上这个有了行动了，然后这个识，入了母体的这个入胎了、投胎了。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，到了这个，我们这个生下来之后，再有生老病死，死了之后再回过头来，又是有无明行识，又入胎，这就十二因缘，这是佛家讲法，儒家不是没有的，儒家有讲法。孔子在这个《周易》《易经》的系辞传里面就讲有两句话：“精气为物，有魂为变。”精就是我们精神的精，气就是一个气体的气。精气为物，为是行为的为，物就是物质的物。精气这两者的这个物啊，就是两性。父母两性在这个交合的时候啊，有魂为变，有魂就是灵魂。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再来要找这个转世的时候，到处找，找到遇到两性在结合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有魂这个灵魂呢就入了胎了。这就儒家讲的这个，等于是佛法讲的十二因缘。这是在孔子亲自写的这个《易经》的系辞传里面讲的，所以这个生死的问题呀，在孔子学说里边讲的不是不讲。那么讲到生死的问题，讲的这个道啊，学道的目的呀，我们就要把这个生死的问题解决。我们在人世间，你说是哪一个问题比这个严重啊？任何一个人，你说遇见再困难的问题，大不了就是死啊。普通人就是如此啊，但是就我们修道人看来，死不是解决问题的，死后怎么样的呢？就把这个生死这两个问，这个连在一起讲，这个问题要一起解决。所以学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呀，就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。那么在这一讲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，再继续。